物价暴涨，卢布跌到了谷底。您是做哪方面生意的？来这儿要账的。要账的？介绍个新朋友给你认识。在莫斯科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。看来还得咱们师徒联手。现在师傅了。听说有大活啊。带兄弟玩一个呗。天哪，哥！是你们的身份，出了国就只能是商人，也得有枪，什么没有。你知道他们是当大人的还是雷子？这个世界给我的都会是掌声和鲜花。人生就是一本账，欠债得还，就怕不认账。